接着来关注彭亨博朗埃州席补选的消息。选委会今天指出，已经发出了73张邮寄选票，因此这次补选不会开设提前投票中心。选委会秘书拿督伊克马鲁丁发文告指出，选委会发出的邮寄选票涉及3个组别，其中69张属于 1A， 那就是选举官员、选举委员会成员或官员、警察和媒体；1张选票属于 1C 组合，也就是机构和组织，以及3张海外选民选票。文告还说，邮寄选票的发放过程是在所有参选候选人的邮寄选票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选委会提醒，所有邮寄选民选出自己心仪的候选人之后，务必填写正确和完整的资料，并在投票日，也就是10月7号下午5点之前交给管理主任。选民也受促保护各自选票的机密性，不要拍摄选票的照片并上传到社交媒体。